吃火锅，烧一个啊，着了，嗯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纸杯啊。你还记得这块砖头吗？嗯，满个小区走，这烧砖头。我们看能不能把这纸杯烧透啊？着了，不是着了没事儿，嗯，它着了，全是就吃不了火锅了。你看啊，这是一圈啊，是这个肯定是不行，来重来。对，因为阿莲老师比较干净，主要是怕死。哎，你准备好蘸料啊？我感觉漏水了。明显是热的，准备好我的肉片。直接割手啊！你不干净人吗？这样竟然能烧开水，是为啥呢？那没达到着火点呢，着火点就是热量全被水吸收了，所以一直达不到着火点，着火的几个要素嘛。懂了是吧？哦，好帅呀！我已经等了半天了，要下。这个小朋友不要模仿啊，这个得在大人陪同下才能玩，温度老高了。玩火尿炕，我可以下来吗？开始涮火锅了啊！肉已经下去了，已经开始变色了啊！咕噜了，咕噜了！哎，吃吃！哎，哇，不好意思了啊，我吃了啊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就成功了！哎，成功，成功！